喂，我醒了，你在哪儿？我刚才去镇上的中学一趟，王开没有任何的消息。这个人看着面生。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叫王开。哦，这个人我见过一次。周约，他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所以这件事情您是唯一的知情者，你可以把真相告诉我。你想干嘛？我要跟来来求婚。哦，天哪！你要求婚？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所以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吗？我需要你们到时候配合我一下。当然啦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听到音乐了。什么惊喜啊？要这样？准备好了？嗯。3、2、1。爸之前跟我说过，他创立卓越的时候有30%的股份，后来他离开卓越了，这些股份就留给你了。有了这些股份，你不就不用那么拼了吗？这就是你的筹码，足以击溃卓越的筹码。谢谢你关心我的兄弟。如果卓越是为了安家的家产，有必要做的那么绝吗？抛下自己的青梅竹马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生子？萧峰。在萧峰跳楼的同一天，安宇的爸爸安文斌带着一帮债主上门逼债，和他跳楼几乎是同时。周渊的过去，能够查到的资料少之又少。难道是因为他有另外一层身份？复仇？我想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觉得我可以吗？加油。